目的地就是我们一直努力朝它走去的那个地方呀。 想用真想又不在，用不用，又不用嘴巴想。嗯，我这辈子可能就他一个孩子。今天我选择是没这台了。喂，我真的，你是那个新的宝宝，你不要我。对不起，我怎么常常在你的陪伴你身边？对不起，我不要。抱抱。OK，Next one。不要。